猜师，什么是经阴道超音波吸水流呢？假如我这个代表取卵手术的针或22号针，我们可以在阴道超音波段以下，从阴道这边过来，把这个水流吸掉。但是要吸水了之前，要确定这个水流是良性，它的 CA-EO 是小于35，它的超音波这个流的外眼必须没有乳突、没有隔间、没有腹水，确定是良性，那就不，如果是有一点点癌细胞的，可能就不要做这样的手术。那它的方法就是麻醉下把它吸掉，手术时间10分钟，10分钟到20分钟结束，没有伤口，麻醉药退行以后，屁股拍一拍走人，不用住院，没有伤口，好处多多。所以卵巢有水流，如果你很笃定是良性的，可以用这种没有伤口的手术。对于爱美的女性，这是一个福气，是一个福音，因为它不影响你的，它不会在肚子造成任何伤疤，你穿了比基尼泳装也没有人看得出你手术过。